帅哦，与天王的决斗，哇，吹牛。好，刚好跟你要对决，18000块，哎，这个好，double，好看，好看，36000，36000太多，真的，好不好？36000跟18000，如果您输给我的话，就是18000，是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才是在这里，我没想到竟然我们没有在夜店见过面，没有，我一直叫你不要到夜店，哎，我担心你会在那里遇到我。喂。五颗彩，好，彩子干净啊，彩子干净了啊，干净干净，好 ，OK 哈，好，自己甩哦，我来哦，我手气不错，好 ，OK， 来，我帮你吹一下，使劲摇，一起摇，黑桃妹妹快一起摇，好，来喽，好，来喽 ，OK， 就这样，买定离手啊，好 ，OK 啊，哎呦。OK 了吗？你这边可以啊。遮住，遮住哈，遮住。OK，OK，OK。再看一下，再看。哇，刺激！我这边真的定生死哦。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啊，好，我来好了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我赢，你们先。3-6。3-6。嗯。4-4。5-4。6-4。压力也太大了吧！哇！不是哦，6-4，他6-4吗？嗯，哇，真的是酷，好，那就只能抓他6-4。等一下，我们讨论一下，讨论一下啊。对，怎么样？6-4，讨论吗？因为我们那么少，他应该不可能有5颗吧？嗯嗯。怎么样？5颗？对，你白痴啊！你没有，他可能有一啦。你们顶多2颗吧？就是没有很多，所以不敢。那我们要抓吗？抓！等一下，确定哎，好，多思考无益嘛。来啊，气势，你确定啦？对啊，确定吗？这个就是破例的，不可能有6-4。你确定？对，派派，你确定要不要抓你爸？对，我觉得真的要抓，你说抓就抓，原因是什么？这么硬要抓，我们会派好露西派。嘿，我这辈子有没有对你说过谎？哇哦，哎，我们现在先去，我们先我觉得这个太低了，很少，有还是没有？没有，那很少，有就是有，有一些没有就没有。基本上你是一个很正直的爸爸，我只能这样说。不要，哎，我们不要，来，我们两个人父子，你们不要走啊，你们父子对打，父子对打。好，最后的晚餐哦，因为这样好吧，我们这一局重玩，因为他不应该一见面就喊3-6，真的，这个不礼貌。哦，有不礼貌，他绝杀，确实，没有从3-2慢慢喊上去，哦，对，要不然怕节目长度不够。以前你说是不是？重来是没错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对，大家都没有意见嘛，对不对？支持你说对不对？对，对啊。大家有观众知道吗？好不好？你们有2个我就赢了啦，真的。但你看，我看一下，那我们有3个啊，3个。我也3个，我错对啊，这样是不是6-6？真的，所以我们赢，谢谢哥赢。哎，没6-4啊，6-4，对啊，6-4，我们就赢了。对，各位，我好，谢谢，谢谢两位的参加，不是有赛事吗？对啊，怎么又开？我觉得节目长度够了，节目长度够了，这段也会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好，再一次，这一次真的，这一次真的，换我摇。他刚以为他输是，哎，这个爸爸已经放过他几码了，我那感觉他就是有3颗了，对呀，2个1嘛。好，看一下哦。哦 ，OK 啊，哦吼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又是你先。2-3，3-5，看一眼。你记性那么差，白痴吗？他第一次就是在看一眼，这样不是有戏剧张力？你好严格哦。他说3-5，白痴，那看一次永远都记得，怎么可能？3-5，4-5。哎，我看一下。白痴！喂，我们再一起看一下。刚刚在帅什么？很晚了啦，很晚了。再看一下，不要那么严格啦，忘了就记起来了，记起来了。4-6。紧张。怎么样？你想看什么？
我还在想四个六，我再看一眼。哎，你还要再看？四个六，哎，我们你要喊什么？等一下，五个六，等一下，确认。先哥，起来，对了，起床了，抓你。五个六，我抓到你好多次了，还为你开两次气场位。来日方长，好不好？来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再抓下去。好，五个六，好不好？五个六，好不好？战争呢？李立老师，好不好？先开，宪哥手刃青儿，来，五个六，来，来，你多少？五个六，好，五个六，我们不会赢的吧？三个，三个，三个，你有两个，下一个是六，你有两个，我们就赢。你有两个吗，爸？两个六，你有两个六，哇！还是你有一个六一个一，有吗？一个六，你抓他，不要再演了哦！你刚不是说在演，看就不会忘记，不要期待，先不要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？你是不是？我忘记，我们你在演吧。五个六你不要丢啊，难的，你再有两个六了，其实你家是清白的啊，对啦，你莫做亏歹代志啦，对啦，你就乖啦，你爱放一耍，恭喜获得3600元奖金。